大哥，是你吗？灵儿，是我。叶大哥，叶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和灵儿成亲的，不然我会一直等下去。我不该抛下你一个人的，原谅我，原谅我所有的过错，让你一个人承担。我不怪你，只要你肯回到我身边，我会用我的一切来弥补南宫世家对你的亏欠。只要你做我的妻子，就是对我最好的弥补。灵儿，我们错过了拜堂的时辰，现在只好以茶代酒。来，老夫万万没有想到啊，你还肯回来迎娶灵儿。我娘临死前说了，饶了自己也饶了别人。我反复想了几日，如果她还在人世，一定会催我过来跟灵儿赔不是。哎，那日我实在不该离她而去。你不知道啊，灵儿为了你，哎，自从你走了以后，灵儿就病了。我担心他这样继续下去，怕是活不了了。灵儿，是我对不起他。好了，过去的事咱就不要再提了。我们上一代的恩恩怨怨不应该由你们来承担。你回来就好了，灵儿知道一定会高兴的，他的病啊就会不药而愈的。您放心吧，从今以后我会好好疼爱灵儿的。哈，叶大侠，不劳你费心了。
我已经替你尽了当丈夫的责任，好好疼爱你的娘子了。叶南飞，你怎么在灵儿房里？哼，自然是为了做孔雀公主的一夜驸马爷呀。 灵儿，灵儿，灵儿。茶杯里有合欢散，叶南飞，你这个淫贼！庄主，你的意思是？ 飞，爹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灵儿，没事的，别怕。灵儿啊，不会有事的啊。 我的头好晕啊！没事，你先躺下休息吧。不对，一定有事，要不然爹不会在我房里。我刚刚好像听你们说，叶南飞。 没什么，他来偷孔雀翎，被我打跑了。有我在，他不会得逞的。爹，你有事瞒着我，对不对？灵儿啊，你别多想，我这就出去看看。 昨晚碰上烛台，肯定烧坏了吧？没关系，烧坏了就算了。<笑>
怎么了？是燕南飞。刚才我迷迷糊糊的跟我在一起的不是叶大哥，不是我最爱的叶大哥。是我，是我。灵儿，真的是我。刚才是我脱了衣服，丢在这儿的。这衣服根本就没有碰翻烛台。如果是你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为什么会这样？灵儿，真的是我。相信我吧，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我会爱你，爱你一辈子的。没有啊，灵儿已经不是灵儿，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爱着叶大哥了，再也不能了。不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妻子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走开，不要靠近我。你就当作是一场噩梦，现在梦醒了，我在你身边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我怎么能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？我已经被燕南飞玷污了，我再也不是你心里最纯洁的灵儿。这个噩梦，你叫我怎么？灵儿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你。我对你的爱，永远永远不会改变。只要你记得，就够了。莫非你真的忘记我在这边？莫非这一切都已烟消云烟？你怎么忍心的跑？